就大家好，我是六号花书仔廖文涛。在英国读书的我今天走出来，可能被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有自信的人，我懂得照顾自己。但是究竟我去英国之前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一個人生活呢？得啦，冇問題㗎啦，我入去㗎啦。你個仔 OK 㗎嘛？你個仔不嬲都咁醒啊！你睇下，乜都識自己做，我識燙衫㗎。我同你講，你快啲出翻去市區啦！你而家夜啦，我入去㗎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我印象深刻，我記得那天媽咪仍然帶著她一半的微笑，她還叮囑我要照顧自己。但我好記得當我走到去禁區的時候，她以為見我不到，那一刻她已經忍不住流出眼淚。初初去到英國，其實那天都挺開心的，我終於可以泰晤士河，我又可以去看大笨鐘。但是當時間慢了，就會發覺有些問題了。心裏面都好多事。聖誕節本來是我最喜歡的節日，每年都跟我家人一起過，但現在我自己一個孤零零在英國，在泰晤士河裏面見著人家一家人過著聖誕節，很開心。我掛著家，聖誕節的時候大家一起去吃大餐，我真的很掛住家了。在這裡我想跟咁多位說，珍惜你們的家人，因為當有人發覺你的家人在你身邊，你就發覺他們的愛是無敵的。在這裡我想唱一首歌，我依然如明的怪胎。
为何我比你不老，全身无痛，留下。